巴黎奥运七月二日开幕，比到八月十一日，台湾代表队即将有60个选手参加。即届公司甲华视有转播权，民众哦会当透过电视无时差，做会为咱的国手来加油。公共集团公司个华视宣告讲，2024年的巴黎奥运哦，公司甲华视会无时差来转播比赛。即届咱台湾即将有60个选手来参加比赛，其中有23个选手哦，因是头一届参加奥运。另外，台湾 Plus 也派人去采访文化奥运，精彩的表演节目和比赛都在公司甲华视，邀请大家做伙来为咱台湾的国手来加油。